哇 ，Q 讲真的好淡定哦。我们当然欢迎桃子姐跟亮哥有空来宅男世界坐坐。而另外再看到的是 Twice 人气高，话题不断。最近新歌不是才挑战了那舞蹈的两倍速挑战通过吗？有网友就把他们上一首主打 TT 历次表演画面重新剪接，就看起来好像瞬间变装。其实这凸显的是他们的舞蹈动作有多精准到位。Twice 在舞台上卖力演出，不过才几秒钟就立刻换服装，这不是错觉，而是有网友神剪接。看，就连镜位也都刚好一模一样，还有每个人的表情和舞蹈动作都完美连接在一起。网友用心搜集 Twice 在各大音乐节目表演的片段，从一开始的走位就开始研究，也让人看见 Twice 每次的演出都相当到位，更让人注意到这几位女孩的舞蹈实力。其实不止她们。韩国女团 GFRIEND 甜美形象同样虏获不少粉丝的心，大跳主打歌舞蹈动作每次表演都不马虎。就连手部的细微小动作剪接在一起都发现高度全都一模一样，也发现到 GFRIEND 的打歌服都是穿着百褶裙走学院风格，但 Twice 的打歌服颜色相对缤纷许多，也常常九个人都穿不同的衣服走青春洋溢路线，看得出来不同的团体风格展现的服装也别有用心。 TVB 的新闻，李伟华、林芷慧综合报道。